金鹰女神公布名单，有你喜欢的女星吗？两年一届的金鹰节又要开始了，今年的金鹰女神会花落谁家呢？作为娱乐圈的当红小花，热巴各种资源接到手软，现在她不管是话题度还是商业价值都让人羡慕。参加跑男让她的身价倍增，老板杨幂的力捧再加上自己的敬业努力，从配角到娱乐圈的当红小花，热巴的爆红绝对不是偶然。说到郑爽，小编不得不提就是她那个三差五就上热搜的体质，堪称是当今娱乐圈里小花的流量担当。对于她这种自带热搜的体质，很多人就不明白郑爽为什么这么火。最近《泡沫之夏》可谓是火爆荧屏，在剧中饰演女主角的张雪迎因此受到了很多关注，人气和话题度都高了不少。张雪迎是红星出身，曾出演过《美人心计》《美人吴磊》和《新把神雕侠侣》，演技实力不俗。说她是花瓶，她也花瓶得越来越有价值。从淘宝模特风到奢华女神范，她去了巴黎时装周，登上无数杂志封面，穿着最奢华的高级定制，让人惊叹。她已经美到没朋友。如今的 Angelababy 好似鲜嫩的范冰冰，成为了一种美的典范。金鹰女神对许多女明星来说也是一种肯定。